本节目由没有应援但有樱桃园的人不中真的不中撰稿。全球的大城市小城市不用说啊，北京、上海、香港、台湾、伦敦、纽约、首尔、东京、西班牙、越南，但凡人不中没去过的，生日祝福那是全部投放到位。易烊千玺的应援还是把实业派进行到底，去年刚送过关湖大别野，今年就送英国玫瑰庄园土地，让他一辈子免费住。看这架势，这是要给他种999朵玫瑰啊。说如果你在 TFBOYS 三小只过生日期间，从驻马店倒车去北京，在纽约转机的话，你在汽车站可以看到易烊千玺的生日应援展板，在纳斯达克交易所可以看到 LED 屏，在北京地铁可以看到千玺双屏滚动，在北京机场看436块灯箱，每天3072次对易烊千玺的祝福，然后你就回驻马店了。